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，传说中的天堂。这里漂浮着人类的灵魂。地球上很多人想来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，见他们想见的人。 你猜？发没发呀？已经在路上了，这可是我亲自开车给你送的啊！真的？给你发手机壳，你收到了吗？限量版的，我给你发。喂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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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没信号，再说吧。 我的货。
官，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好的，这个事故的车辆呢，并没有遭受到明显的刮痕和撞击的痕迹，司机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可以认定。姐，车辆给咱们送货那个快递公司叫什么？万宝。就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出事的货车运送的是一批皮具产品。姐，你赶紧过来看看。而在现场可以闻到强烈的烧焦的味道。你说你正好驾车经过陨石坠落的地方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？那个火球把车砸飞了，然后我也给弹出来了。那我爬起来，我发现那个车前面被那个陨石给砸了一个挺大的洞，还砸我头上，然后给流了很多血，你这挺多的。后来我给晕过去了，可是我看不见你身上有任何的伤口啊。那就是头这儿，这儿，哎，就这里都是血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挺多的。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保险都没买呀？吓傻了，花什么钱？没事啊，放心吧。老板，对不起啊。你告诉哥，你编故事的功夫跟谁学的？我都相信了。我说那都是真事儿。你再说，啊？你再编。你的苦心我知道了。为了公司，天灾人祸，公司免责。不说啥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俩回家。不是，咱这就回去。那搁这花这钱干啥呀？喂，事故可都上电视了，王老板。啊，你们公司打算怎么赔偿我的损失啊？我告诉你，那个，喂，你大点声，信号不好啊。喂，装什么装啊？谁呀？我奶。你奶不是死好几年了吗？我姨奶。就奶多，赔偿的事你自己处理啊。唐立果，咱俩网上合作也快3年了吧？你说第一次见面就这种局面，我小本经营，经不住这损失。行，你说吧。赔呗，买家不收货，退也退不了。这种事儿我们公司会处理的，我今天按流程走。流什么程啊？单子是不是你接的？我告诉你。你们公司要是不赔我，信不信我天天上你们公司门口上班去？我吃你们的，我喝你们的，我让媒体曝光你们万宝，还不接我电话？揽活的时候亲的，嘴甜着呢，出事儿了就找不着影。哎，电脑是我的吗？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？他被云氏砸过来动的。我云你妹呀！不是你怎么不说你让外星人劫持了呢？那打不开机了。你能别打岔吗？